这一期的视频由于前面忘记拍摄了，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记录。本期视频是前一段时间拍摄的，也是最近才开始剪辑，在观看的时候能够多留意的话，就会发现我从厚厚的长袖换成了短袖，挖客这一个也花费了不少时间。接下来就快速的浏览一下制作过程吧。这一件包含中国元素的手工壶就已经雕刻完成了，再加上这样的音乐，跟以前的视频相比，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？我是刘波百艺，一位传统雕刻的手艺人，期待有你的关注与支持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